我现在人在信义诚品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来欣赏每一个人的愿望。2024年，希望能够交到女朋友哦， 希望能够得到 Ella 的大大拥抱。可以啊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好，那他就代替你喽。马来西亚粉丝就是很希望你可以常常过去，只要今年你有去过两次，但大家都很还是很想念你。那给你个拥抱，谢谢你。陈嘉桦23日快闪担任惊喜嘉宾，在18度的低温下现身信义诚品户外广场开唱，把最新单曲《愿望清单》的首唱演出献给了 Farewell 不见不散音乐会，现场吸引了大批粉丝们前来，大家撑着雨伞，吹着冷风在听歌，用实际行动一起与这座18年来不打烊的书店好好告别。而诚品信义店5米大道推出 Ella 的愿望满屋装置艺术，这一周以来吸引许多粉丝前来朝圣，纷纷用便利贴写下自己心愿。期间亚兰也趁着彩排空档突击，并现场翻牌欣赏粉丝们的各式愿望。这些都是手工做的便条纸的做的花，然后花瓶什么的很细致，然后还有这个哦，希望能够得到 Ella 的大大拥抱。可以啊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好，那他就代替你咯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2024年希望能够交到女朋友，年底升迁。哇，这个有一点困难呢，现在已经哦不对，他是说2024年，那就是明年的愿望。可以，如果是2023年今年以前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点 too late， 因为现在已经12月23号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有帮忙写是不是？马来西亚换按什么愿望是什么？希望冬天不要那么冷。马来西亚就希望你可以再继续过来找大家，然后有工作要希望你就是能来就是，我突然好紧张。你说，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粉丝就是很希望你可以常常过去，只要今年你有去过两次，但大家都很还是很想念你。然后朋友就说，就希望你可以来就是。把艾拉秀也带到马来西亚，常常到那边，好紧张看到你，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说过，我们就是之前那个金室友就是姐姐的时候有见到你，嗯、然后我有跟你说就是我们会在台湾再见的、哦，然后现在真的再见了，哦、那你已经愿望达成啦、啊，对啊，恭喜你，这个我们上次的合照，啊、好，那给你个拥抱，谢谢你。那你就帮你帮刚刚那个大大拥抱完成了一个愿望，谢谢。好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常常去的。那我继续去欣赏大家的愿望。谢谢。好哦，有人说，2024年考上师大研究所，毕至校园生存守则大成功。好，祝福你，加油。好，这里，哎呦，这里有一个老公赚大钱钱给我买包包。哇，老公加油！这种愿望要跟老公讲、哦。有人说嫁给许光汉加100+1，然后呢，就上面有人写说你不会，你不会。啊，嫁给许光汉这种愿望，我觉得有梦很重要。你要真的努力看看，搞不好哪一天你真的嫁给许光汉了，好不好？祝福你哦，希望跟男人好好的。都要快快乐乐的过精彩的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战胜自己，好好爱自己。嗯，祝福你，希望诚品可以陪我一辈子哦。突然有点想哭。哎，诚品真的，我在这里有很多回忆，然后他现在就是准备要熄灯了，然后我们可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好道别，蛮珍贵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段最后的时光。嗯，哦，我看到一个还不错的愿望，哎，谢谢你的祝福哦，你竟然把愿望献给我。他说希望 Ella 二专大卖，加油。其实我也没有期待一定要大卖，我只期待说里面有一首歌能够触动你，或者是给你一些安慰跟鼓励，这样对我而言就够了。就算只卖20张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啊，
啊，我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我儿子最近每天在写的啊。我的愿望就是永远跟妈妈在一起啊，是吗？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而且这个大概就是小一的程度，跟我儿子现在状态一样，因为他有时候他的那个注音字会分很开，但现在越写越清楚，我越来越看得懂了，这样子啊，好可爱哦，跟妈妈永远在一起，嗯，祝福你，一定可以的。那妈妈也要健康平安哦，哈，啊，爸爸也是啦，哈。这种时候爸爸就好可怜，没有人管。你好，我要吃好吃的美食。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说有些人写愿望的时候，那个里面会有一个对象，比如说嗨，但是不知道是跟谁嗨，然后你好是跟谁你好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是跟这个宇宙或者是跟这个能量许愿，这样很可爱。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么愿意把你的愿望表述出来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大家所思所想都能够成真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幸福，然后过一个温暖的冬天，心里觉得温暖的冬天。谢谢大家。希望在这个很适合许愿的季节里头，这首歌可以陪伴着你们，然后也希望你们的愿望能够一一实现。今天真的非常特别，我刚刚其实是从 W Hotel 那边走过来的，因为我们车子根本过不来，有一种小跨年的感觉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个站在这边的你们，因为今天天气很冷，因为今天飘着雨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穿着雨衣，然后花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陪我们一起站在这里，陪所有的表演者，陪我们的成品，最后的这两个晚上，最后的这一个周末。所以献给大家一起吃苦的幸福，有你们陪我一起，我很幸福，不觉得苦。谢谢。一起吃苦的幸福，一个人吹风，只有三秋，两个人吹风，不再孤单无助。两个人吹风，不再孤单无助。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吹风，谢谢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由发现陈美凤。我是陶晶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颖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正义。我是郑钧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豹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！